好，来，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大家把手边的东西整理整理，我们坐下来，我们再来上我们这一期这个紫微出现的课程。好，大家晚安。晚安。那今天我们准备在九月份呢，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什么叫紫微斗数。好，那老师先了解一下，在场的大家有哪几位有上过紫微斗数呢？有上过的，一二，这个是前上的吗？有上到中间的吗？不是在这边上，在其他地方上。那个在这里上的，有上到中间嘛？哈，所以其他的都没有上到紫微斗数嘛？啊，那太好了，那教起来会很过瘾。为什么教会很过瘾呢？因为你们都没上过。老师呢，在初阶三堂课里面，你看才一个小时一堂课，三堂课三个小时。保证起码让各位呢，可以看得懂你的紫微命盘，啊，所以就会很嗨，很有成就感，会是，那就过好。那怎么样叫紫微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很多命理学呢，真的不要被这个命理学骗，都是被他吓到的，都是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目前全部所有的命理学，我讲的是全部，包括八字、易经、紫微、生命灵数、塔罗牌、易经啊，当当当的，包括以后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学到什么南海风水、姓名学呢，不要怀疑，它就很简单。一个结构呢叫星数，第二个结构呢叫宫位。第三个叫运算，所以呢，如果呢你有兴趣呢，想要都来学习了解其他所有的命理学的话呢，你只要懂得这三个基本结构，全部你大概就通都会。我们在初阶上一期呢，跟各位教塔罗牌，如果你稍微有点印象的话呢，你一定马上跟老师反映说，老师。你塔罗牌像是这样教呢，它就是长这样子哦，不这样教怎么教？然后来是星宿宫位运算嘛，那以后紫微学完了，哦，我们再来学那个八字，来是又写上来，是星宿宫位运算，不就是如此吗？那什么叫星宿？不同的命理学呢，一定有它一组或是两组的星宿。像最简单的星数就是生命灵数，大家礼拜三上我们刘老师的生命灵数，就是一到九加零嘛。它取什么？它是取数字来当普通的星数。好，那八字，我看你八字数就有提过了，有十个天干跟十个吉凶星数，天干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嘛。那十个吉凶星数，财官印天干伤食嘛，正财偏财正官偏官正印偏印，所以。你来学紫微斗数，你第一件事情要先了解，好，紫微斗数有哪一些星数？我带你把紫微斗数的讲义翻开啊，或是啊，我们刚好我紫微斗数的书好像都绝版卖完了啊，那这本书还没有跟我再版，所以大家现在都没有讲义。好，那可能你可以去买其他紫微斗数的书啊，或是你就先上网查一查。你要先第一步，你要先掌握出说它有哪些星数。好，那告诉你呢，它总共有六组星数，所以呢，在所有的目前呢，所有的命理学里面呢，星数最多的就是紫微斗数。啊，不过呢，有这么多的星数里面呢，不要被它骗到。第一个，你要先掌握的就是十四个主星，那一个就十四个，再来呢？它下面有从甲、乙、丙、丁、戊五组辅星，好，在老师上的紫微斗数的课，从。初阶到中阶，我只会讲到甲级辅星的星数的特质，其他的乙丙丁戊不要来问我，
你问我，我也不会理你，这样子大吗？那老师，难道乙丙丁木不会产生它的影响吗？理论上来讲呢，所有存在的东西一定都会对人有影响，但是乙丙丁木对人的影响大不大？不大嘛。那既然不大，你干嘛还花很多时间、精神、力气去搞它？你要把重点给搞懂、搞会嘛。哦，那重点就是在十四主星跟甲级主星。那甲级主星有几个？18。所以十四再减18，32。32个其实还是蛮多的啦，哈。你看十二个星座才12，然后呢，我们八字的话呢，十天干加十几种星座，了不起20个，啊，是不是？啊，你看这组口数啊，好多星星哦，啊，不过还好啦，等一下你们就可以把14个主星搞定了，哈。没有很难背啊，那你们大概花一点点时间，会比八字难记一点。我们不但把它给搞定了，而且连它的特质也都可以把它给。然后再来就是宫位，那一般宫位呢，大家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死背，因为呢，如果我们有紫微斗数命盘一列出来的话呢，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它上面清楚明白的放你名列的12个宫位，啊，有什么命宫啊、迁移宫啊、父母啊、兄弟啊、子女啊、夫妻啊，啊，那这边的是所谓的啊官禄啦、财帛啦、啊那己恶啦，那这些12个宫位呢？那比较特别，它还加上一个叫申宫，啊，还有我们每十年大运转变一次的，这每十年大运的宫位，啊，那在这个申宫呢，稍微解释一下呢，大家就懂了，就是你这辈子最在意挂碍的是什么？啊，就是如果你的申宫是落在夫妻宫，那你这辈子最在意、最挂碍的是什么？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吗？婚姻生活吗？那你如果你的身宫是落在官禄宫，你这辈子最在意的啊，就是你的工作事业。所以每一个人这辈子会不会有你最在意的东西？有嘛？那就叫身宫。所以在12个宫位里面，12个宫位身宫叫大运，那也没有很难懂。好，那再来就是运算了。其实这个运算呢，一直都是所有命理学呢最难学的东西。啊，但是这个运算呢，字画，那还有它的组合性，啊，所以我们在书经里面呢，老师尽量呢引导各位慢慢来了解，啊，那如果说谈到所谓这个为什么我们课程会分成初阶啊、中阶啊、高阶啊，或是所谓的师资班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很多人呢来找我服务，我都会鼓励他说，我们佛堂有很多的课程啊，那欢迎各位呢都过来上课啊。那我普遍呢总是会听到哦，有些人马上哦一股脑就马上反应说啊，老师我学这个干嘛？我要不要帮人家算命？这个表示呢，他们对这样的一个上课的该有的基本认知呢是偏差错误，所以为什么会习惯呢？把每次出街上课，我就会把这个写上来。我们人世间会发生很多问题，不管是你跟亲人之间的互动问题啦，还是你的学业读书的问题啦，还是你的婚姻感情问题啦，还是你搞不清楚自己个性的问题啦。甚至你包括你身体上病痛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人活在世间呢，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啊，哇，就包罗万象。那如何解决问题？当然先学习嘛，讲务实一点，我们不是一从小出生就不断地在上课学习、上课学习、上课学习嘛？基本课程到大学研究所都是毕业，甚至你出了社会还要继续不断地学习。那学习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学到该有的智慧，然后培养出该有的能力。那能力干嘛？解决问题嘛，不是如此吗？所以你今天来找老师服务，请问是不是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嘛，今天看来我这个问题啦，婚姻感情的问题啦，我们看看这个老师怎么跟我讲啊，怎么给我做指示啦，或是菩萨有什么样的感应指示啊，
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可是你只花一个小时来听老师为你解释，够吗？我跟各位报告，绝对不够。讲务实一点的，我不是很喜欢服务，我比较喜欢上课。因为服务的话，只跟你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习惯讲录音。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来给我服务啊，同样的问题啊，哈，三分钟再唠一遍，说一个小时他可以唠五遍，说在问同样的问题，都写在那里了，不然你回去录音再听一遍。我常常跟他回复呢，我讲的他有听懂吗？为什么他没听懂？没什么，因为他只想听他想要听的，这样知道吗？那很多人没有这样的问题，有，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的本性、天性。我只想听我想要听的，这个老师讲出不是我想要听的，我耳朵盖起来我不听。那表示他有没有智慧？他没智慧。那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学习呢，让每一个人呢培养出你的智慧跟能力。因此呢，所有的学习对我们而言都很重要。包括命理方面的学习，包括心理学的学习，可能各位没有像我这种有三观的了哈。你要是像我的话，几乎呢，我只要有生活当中有需要的，我几乎什么都学。只要生活当中有需要的，各位知道吗？我还会帮人家写书状。写书状对我来讲呢，是司空惯技，简单轻松的不得了。那请什么律师不用了，我帮你写一写啊。都把官司搞定了，那所以我去书局买一本什么啊，这个诉讼的这个百科全书回来看，请问我有要当律师了吗？没有嘛。但是我们对很多法律该有的基本常识该不该懂？所以这个叫什么常识嘛。所以你们知道你现在行情的话，请律师写一份诉状多少钱吗？5000，这样知道吗？你要是跟我朋友来互动你的案情，那我大概知道我帮你写你最后大概花多少，花35块挂号费就好了，然后再给你买个诉状纸，然后写花50块搞定。那为什么？因为我有智慧你没智慧嘛。那为什么我有智慧？我有去买那些法律诉讼的书回来看嘛。那我有没有在学习？有啊，我可能没去上课，但我买书回来看啊。那我有要成为律师吗？没有。所以我已经从尝试变到了什么？我已经具有中间的知识能力了。所以现在各位来上课，你不要一下子想说哦，我要成为命理老师，刚讲地不要拍你啊，你那个歹命啊，当罗老师，对不对啊？所以哪有想到说一下子就要变成职业。我们从国中高中有没有读物理？有没有读化学？有没有读英文？那么都要读啊。我就在座的哪一个读过物理化学，现在是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英文老师？没有嘛。那个也不好学的，我现在物理化学都几百万光光了。我要当化学老师吗？没有啊，但是我没有学化学啊。为什么要学啊？因为联考要考。那不是这么一回事嘛。是因为什么？化学我们该不该具备有化学基本的常识跟化学基本的知识？要嘛。他可能有兴趣的把它变成专业，让你再去读那个化学系，后来出来之后从事跟化学相关的职业嘛。所以我们今天来学命理，第一个你就说我要对这个学问建立基本该有的常识，好，就所有的紫微命盘或什么易经卦象、八字命盘、生命灵数啊，人家在讲257啊、347啊、哦、什么167啊，你听得懂吗？那这个容不容易学？跟靠靠跟贵爸爸都很容易懂。我们也有零数出街的课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开课课程就可以来学。所以这职位是一样啊，所以为什么只有3堂课、没有把各位变得很厉害，只是要教各位该有的常识。那你等你有兴趣，我们有开中间的课程，你再来上职位中间的课程。像我们等一下8点之后就是上80中间的课程，那上一期好像是上一期吧，上易经中介的课程。好，那你真的再更有兴趣，你来上我们这个高阶师资班的课程。那目前高阶师资班都是排在那个财中辅导在上的哈。那甚至你说，哎，老师，我要把这个变成是我的职业。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刘浩旭刘师姐，她就已经6月份搬到财中辅导去住了。
他现在就正在上师资班实习的课程啊。他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我，老师，我以后准备呢要回新竹开一个像这种佛堂的教室啊道场。我说我非常欢迎啊，啊，我乐观其成，不但乐观其成，我还全力的栽培辅导。所以他现在在凯丰佛堂处准备要当师，当一个优秀的老师，啊，帮人家服务，帮人家上课，来所谓的弘法，因为他带有天命。他会感应啊，目前还没有到可以看得到这个无形王灵的程度，但已经可以感受到无形王灵的存在啊。那这个都是我们愿意呢帮助各位呢一步一步来辅导你，来引导你啊，教导你该在初阶、中阶、高阶师资班这个层次呢怎么样来发挥啊。好，那我们再赶快回过头来谈。也就是说在星宿里面呢，我们已经确定各位了，它有14个主星啊，然后有18个辅星甲级辅星，然后呢有12个宫位加申宫加每十年的大运。那至于这怎么运算呢，我们在课程当中在实际的案例呢来跟各位说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很快就来跟各位做引导了解，那老师，啊，到底有哪14个主星啊？基本上来讲也没有很困难。然后我们在了解这个星宿的时候呢，你还要建立起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叫做什么？凝向广义的解释。好，我们先讲一个最简单的紫微好了。那为什么这个命理学称为叫紫微？因为它14个主星里面的第一颗星宿呢就叫紫微星。好，那紫微星呢，我们直接把它的意思呢就是延伸为它是皇帝。那什么叫广义的话意思呢，就是像什么都像皇帝。好，那我们就说一个很简单的练习了哈。而且说我们有12个宫位了哈。啊，我们这个比较简单，大家比较容易懂了哈。像我们现在又来一个，这个也可能是从啊天人到仙姑来投胎转世的师姐，应该没结婚吧？这个师姐你结婚了吗？还没结婚嘛哈。果然又是从仙女天人到来投胎转世了。好，那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假设你交一个男朋友，你希望你的男朋友个性像皇帝，还是你希望他的财帛宫像皇帝？广义的解释，所谓是整个皇帝嘛。那我们有12个宫位，有所谓的命宫，命宫就代表命格嘛。八字里面有没有命格？命格就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嘛。啊，或是说啊，那个星座里面也会叫太阳星座，太阳就一个人外在的观念嘛，哈，看法嘛，哈。好，我现在给你两个选项。你希望你的男朋友呢，他的命格宫入紫微，所以他的个性像皇帝，还是他的财帛宫入紫微？你现在为什么要选择他财帛宫入紫微？啊？怎样？财帛宫入紫微会如何？然后命宫入紫微会如何？命宫入紫微我已经讲了嘛，命宫入紫微，所以他的个性像皇帝嘛。那你觉得，个性像皇帝不好吗？哪里不好？啊？被有什么？被有人不是？啊，很简单嘛，这叫广义的解释嘛。大家认为皇帝广义的解释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你在学习，包括你在学塔罗，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塔罗里面也有皇帝啊，对不对？你教皇啊，教皇啊，啊，所以皇帝。我们把它用广义的延伸，哎，皇帝低高高在上嘛，所以皇帝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孤家寡人嘛。你们常讲寡人，就是唯我独尊嘛。所以你用广义的解释，就是说，如果他的命宫入紫微，
他的个性像皇帝，然后他的个性就会像一皇帝这样的唯我独尊，像皇帝这样的孤家寡人，像皇帝这样子我说了就算数，像皇帝这样子每个人都要这个都要尊敬我，都要听我的话啊。所以一个皇帝，我说一个个性像紫薇像皇帝这样的人好不好相处？这超级难相处的，你知道吗？那可是如果财帛宫嘛，他的财富或是他对钱财的观念像皇帝，那皇帝好不好？哇，那皇帝的全天下都是他的啊，是最有钱的人啊，所以财富像皇帝不错，是不是？那、如果夫妻宫像皇帝，我夫妻宫入紫薇，夫妻宫像皇帝，三妻四妾。皇帝可以三妻四妾嘛？哈、蛮期待的。看一下你的紫薇是不是入夫妻宫啊？不是的啊，真的有点可惜。赶快多做一点好福报啊，然后下次投胎转世就紫薇宫。啊，这个夫妻宫入紫薇了，所以跟从这里，大家也慢慢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我们心理学常常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一件事情要成功，就是把对的人放到对的地方”，有没有？啊，因为每一个人有没有各种不同的特质，啊，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命宫入紫薇的人，你要他去跑业务，他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业务人员吗？会吗？那铁定挂的嘛，这样知道吗？因为你讲务实一点，你要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业务人员，要不要非常的见风转舵、阿谀奉承、喜欢说好听话，甚至呢啊学猫叫、学狗叫，在地上当狗爬，都愿不愿意？都愿意，你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业务人员，是不是？要签个订单，反正求爷爷告奶奶的，像这中秋节到了，要不要到处去送礼？到处去巴结人家，办谁理你啊？是不是？那做业务没办法，你必须要这样子啊。结果你做业务像个皇帝哦，中秋节到了，大家来跟我送礼啊，谁理你啊？所以让一个紫薇在命宫的人去做业务，一定失败。所以对的人要放到对的地方。好，这就告诉各位呢，各位要学会学懂紫薇呢，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对的星宿要放到对的地、对的宫位去，啊，所以第一个星宿就是叫皇帝紫微星。那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紫微命盘呢，几乎都会出现紫微星，但是落的宫位可能会怎么样？不一样，啊，所以说看你这个紫微星落在哪一个宫位，就可以进一步的来决定呢，你这个命盘呢叫做适不适当，你十二个宫位跟这些主星跟辅星，你结合的越适当，你这个命盘就会所谓的越好，就是你这些宫位就会比较的顺遂，比较如意，比较得当，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当论紫微命盘呢，我常常用一个很简单的批论，就是啊，你这个星宿跟宫位叫得当不得当，那得当就会显现出这个星宿它的什么优点，那不得当就会显现出这个星宿的缺点，啊，所以这个概念有没有慢慢建立起来了？那听起来有没有很简单？很简单嘛，所以没有很复杂，啊，好，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聊下去。我们先确定有十四个星宿。然后紫薇是天上的星星，就像皇帝这样子。好，那我们天上的星星除了紫薇，当然它又称为叫北极星了，就那个桃子七颗星尾巴那一颗最亮的北极星嘛。好，那天上还有哪两颗星星？啊，每次问星星呢，大家很容易就把一颗很重要的星星把它给忘掉。太阳。天上还有一颗星星就叫太阳。还有一个叫什么？月亮跟太阴嘛，啊，所以注意哦，这三颗星宿，正确来讲有四颗星宿了，哈，
还有一个叫破军。十四个主星里面呢，这四个星宿我把它称为叫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宿代表什么？代表这四颗星宿的位阶是最高的哦。所以通常如果命宫里面有这四颗星宿的话呢，你几乎可以把它论断它从哪里来投胎转世的。天上来投胎转世的，带有天命。好，太阴月亮嘛，那我们这个太阳月亮的特质我们就不用再多想了，自己回去好好发挥一下想象的空间。太阳是比较热情，就像我们八字里面的丙火嘛。好，那月亮就是比较阴柔，那太阳代表光亮，月亮就代表黑暗，太阳就代表看得到，那月亮就代表什么？看不到嘛。那一个很简单的，如果你的极恶宫入的是太阳，你会生什么样的病？然后入的是月，极恶宫入的是月亮，你会生什么样的病？我跟你讲，太阳在看得到嘛，月亮在看不到嘛。啊，太阳的话，你会生的病，意外啦，撞到啦，流血了啦，还是看得到的病嘛？就什么胃溃疡啦，那还是跟什么关系？跟眼睛有关系嘛？那这些都属于比较外在的名字，你看得到嘛？那月亮在看不到的病，什么叫看不到的病？癌症，所以你们学命理学还要建立起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身心灵，身体、心理跟灵体。那什么叫看不到的病？癌症那还看得到，那个还检查癌症的还算是看得到的病。太阴最容易罹患的疾病，属于心理跟灵体的疾病，叫看不到的精神病，被附身冲上。所以如果说到肉体来的话呢，叫做暗疾啊，就是检查老半天啊，检查不出来是什么毛病的，但是你就不舒服或者他检查出来那个毛病的是一些什么罕见疾病，这属于太阴的病。这样了解了吗？对，这有没有明显去做一个叫做凝向广义的应用呢？这就是太阳跟月亮。好，那我们这个紫微叫皇帝，对不对？那我们在一般的这种从以前的所谓的朝廷里面皇帝下面要不要文武百官？这基本的概念嘛，你没有文武百官你怎么成为皇帝嘛？那我们就把太阳这边呢是动态的，我们就把它称为叫五官体系。那太阴这边呢是静态的，我们就把它称为叫文官体系。好，那我就问各位啦，那在朝廷里面呢，如果以文官体系来讲的话，要先有哪一位官？宰相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行政院长嘛，对不对？好，那宰相的话呢，就叫天府。天府就是什么？帮助皇帝来管理政府。所以文官体系里面第一个星宿就告诉你，就是天府。天府的位阶就等同于宰相，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它也等同于叫爸爸星，爸爸主官宰相天府。所以某程度来讲，能够当到宰相要不要很会读书那做事情会不会一板一眼？对，好，文官体系有一颗宰相，那五官体系那边要不要有将军？要不要？那就有一个星宿叫武曲。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武出来的，有没有看到武曲？所以就很好记。所以天府跟武曲的位阶几乎就是等同一样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元帅。那可是为什么加一个曲字？各位知道关键在哪里吗？不要说以前包括现在也一样，你要当上一个什么国防部长或是当上一个什么参谋总长
当到一个什么升到教算以上，那个学历要不要都不到博士以上？考不好去什么美国读军校回来的，所以你以为要当一个武将，只会这个耍枪弄刀的就没事了，要不然很聪明。所以通常武曲书叫能文能武，但是武曲跟天府它的特质有没有不一样？宰相是在管理文官体系，行政管理嘛。那武曲要不要去开疆辟地？所以武曲呢也被称为叫武才神清，因为你今天要去上海设一个公司，我请问派天府去还是派武曲去？那就很简单了嘛，这样知道吗？你把一个武曲丢到上海去，武曲哦要去哪里租房子啦，哦要哪里去跟人家签合约啦，要去哪里跟人家抢订单啦，哦要去哪里盖房子啦，武曲可不可以一个搞定？啊，天府行吗？天府看起来会比较文静静的，软弱很多，所以他是管理县城的，那武曲呢就是可以来充分的发挥独立作业，开疆辟土，所以他是非常重要的一颗武才神星。好，那我们有丞相，有武将军，下面要不要辅佐的人？要嘛，所以有爸爸要有妈妈嘛，像我们部队里面有连长就要所谓的辅导长嘛，好，在文官里面就叫天相，所以天相呢也被称为叫应星或是叫母星，然后天府就被称为叫父星，所以有些紫微斗数呢会习惯把这个天相就写成什么应，那我学会八字都知道正印就是代表什么妈妈，所以天相就是代表属于这个妈妈的位阶，那又比天府呢来得更加的怎么样软弱，然后在五官体系这边呢一样也要有副将啊，那个副将呢叫廉贞，所以廉贞就是非常重要一个副将。然后在斗数里面呢还要特别特别的强调说明一次，年生最佳的人物个性代表呢叫赵子龙，三国演义里面的常山白袍将军赵子龙，所以你只要看到年生他是个副将，他是个赵子龙。各位知道在三国演义里面曹操最怕哪一个武将吗？他最喜欢的是关云长，我们都知道关公嘛，对不对？喜欢他，喜欢爱他，爱到你不得了。他最怕的是谁？各位知道吗？赵子龙。各位知道为什么曹操怕赵子龙吗？各位知道吗？不知道所以各位看到廉贞呢，你就要马上想到赵子龙，对不对？因为赵子龙人把他称为叫白袍书面将军。书生将军啊，在前如果你要懂得看布袋戏的话，有一个叫云州大弩侠苏养文，为什么他称一个叫弩侠？为什么曹操怕赵子龙？各位知道吗？因为如果他不穿战袍的时候，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所以这个不同的层次吗？我们看那个有没有文武百官，有没有武将穿战袍在这边，文官穿的那个比较这个一般的这个服装在这边，对不对？所以文武是不是分裂两边？那曹操生性多疑所以他有时候离那个武将都会蛮远的，有没有有什么时候禀报，远远的在一旁禀报可是如果是文官的话，可不可以向前跟他献策或者跟他讲耳边话然后如果是哪天遇到一个赵子龙式的这个武将的话，看起来是不是个文官，手无缚鸡之力搞不好那个马匹拉出来了，一箭就射死他。所以曹操会被赵子龙吓到，因为看到这么样的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呢，竟然在长坂坡可以三进三出，如入无人之地。从此以后呢，他连对他那些文官都吓到了，
你这些文官博士凑得又远一点，你搞不好又是那个赵子龙假混在里面了。因为他以前呢很少相信说，你看关公、张飞是都那种很粗壮的，就赵子龙不是，文质彬彬啊，他这样延伸出来叫做什么呢？跟各位报告，叫做阴阳心。在阴阳心呢，我们八字有谈到，在易经也有谈到。我们看那个太极有没有一个叫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以前跟人家谈阴阳心，大家都搞不懂，现在大家都懂了。讲白话一点，同性，同性不是这样子吗？你外表可能是女生，但男人婆一个，所以呢，男人婆一个，所以你女生不会喜欢男生，你女生继续喜欢女生。那男生搞不好是男生，可是呢，他骨子里搞不好前辈子是女生，所以。住着一个女孩子的灵魂，所以呢，她这一辈子，她生男的，当然不喜欢女的，她继续喜欢男的，所以男男在一起，女在一起，不是叫阴阳心吗？延伸，斗数里面最标准的阴阳心，人物个性代表就叫赵子龙。嘿，老师，哎，阴阳心会怎么样？好了，你的夫妻宫如果是入延伸的话呢，你哪天呢？这个交一个老公，他老公的夫妻宫刚好就是延伸啊，他说他很爱你，爱你，爱你了，他要爱你到天长地久，白头偕老了，把他当屁话，不要理他。他会不会变？会变。像我自己有一个师姐，他来上课的时候才38岁，那高考的公务人员，我就说哦，师姐，你的官禄宫延伸，你大概要当到什么65岁退休了，什么年薪改革，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对。那我明年就打算要把工作辞掉，去英国游学。公务员不干，关禄宫入廉贞。换句话来讲，你只要所有的工位入廉贞的话，哈，你都要注意，会变来变去，变化无常。所以某个层次呢，廉贞呢在斗数里面呢，通常都会比较被归为像是凶星啦，因为它会变，它是有阴阳不稳定的特色。那就不甚稳定，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这是廉贞的特质，所以天象就是很稳定的一颗吉星，就像妈妈这样子，为我们温柔体贴的来照顾我们，为我们付出，为我们牺牲。好，这个就是文官体系跟武官体系。好，再来，在文官体系里面，除了有主管、主官、主管、爸爸妈妈，要不要有这些？谋略的军师，要嘛哈啊，这个谋略军师叫天机，啊，所以它是一个军师的位阶。好，那你身为一个军师的话，要不要非常的擅长谋略？要不要非常的善用这些计谋？然后非常的灵活善变啊？所以它也被斗数称为很重要的一颗财神星。好，那你可以讲嘛，它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理财投资的投机星宿，啊，军师嘛，哈，所以要不要会讲话，能言善道，口才非常好，啊，所以叫天机。那五官体系里面也要不要类似这样的一个军师？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军师呢，我们就不把它称为军师，我们把它称为谍报人员，专门在搞破坏的，啊，放谣言的。就像我们现在选举啊，因为到处每天都有一些啊，这个见缝插针的谣言啦、啊、黑话啦、啊，然后这个啊，这个标题杀人啦、啊，有没有？那一个星宿叫巨门，所以巨门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谍报人员、间谍啊。所以其实讲到这里，你会发现文武有没有相对应？相对应。好像说一王牌外一组一组的，你看太阳月亮有没有一组一组？那文官武官有没有一组一组的？对，要花很多脑筋去背它嘛。你就用整个政府体系去想，要有行政院长，要有这个将军元帅国防部长要有这个妈妈这边就有这个廉贞副将。那这边要军师天机，那这边要谍报人员巨门，所以两个都会不会很会讲话？
好，那告诉各位，基本的话比较可以信，还是天机的话比较可以信？啊？差别在哪里？他都很会讲话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个很简单的，天机是军师，对不对？他是宏观体系，所以就好像我们很多政府部门里面的什么市长啊，或是这些助理，他要提供给这一个一些资料给他的长官、老板参考的时候，那个资料要不要正确？所以天机很会讲话，很会收集资料，但是原则上来讲，他会讲出来的话都要叫有根有据，他要收集很多资料，这样知道吗？啊，巨门为什么把他归为谍报人员？他既然是谍报人员的话，讲话要负责任吗？他只为了胜，只要为了胜利啊、哦！我可以随便乱讲，四面，这个四面楚歌，四面埋伏，我可以标题杀人，我需要有证据吗？不需要。所以巨门落在命格宫，跟天机落在命格宫，都很会讲话，但天差地别哦。啊、哦，一个是很会研究、收集资料，比如说我们看《三国演义》。诸葛孔明会不会随便乱讲话？不会，他也很有谋略啊，草船借箭啊，空城计啊，那另外那个什么四面楚歌的话呢，十面埋伏会不会？我给你搞得乱七八糟，吓都把你吓死掉，他们不一样啊。好，我们再来看到政府里面要不要非常重要的一群人民百姓？以宏观体系来讲的话，人民百姓是不是一群非常善良的？这个农夫，然后成为所谓政府的栋梁、天梁。没有这个木字旁嘛？哈，天梁。那天梁，我们就把它想的，它就是什么？农夫栋梁。所以呢？天梁基本的意思就是一群非常善良可爱的老百姓。那天梁是非常重要的一颗出家心，它就等同八字里面的比肩，所以天梁。好，那军队里面要不要有一群什么？要不要冲锋陷阵的士兵？基本的要求吧。好，要七杀。所以文武百官呢，基本上来讲就是基本的四个层级。那有没有文武文武一组一组的？有没有很好记？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老师喜欢用什么人物个性，我们来形容学习啊、哦、这些心术的特质。好，那这些心术呢，说老师有文有武，那请问他每一个有没有各有他的特质上的优点跟缺点？有没有？好，比如说，如果巨门落在官禄宫，好不好？就想巨门落在官禄宫比较好，还是巨门落在命格宫比较好？啊？当然，你去做事业啊、能言善道，黑的说成白的，要去跟他签订单才签得成嘛。奖金先拿下来了，然后可怎么样？这个以后再说了嘛。可是如果一个人，为人却是胡说八道啊、哦！那你怎么办？你有办法跟他相处吗？你跟他相处起来就会很辛苦的。这样了解了吗？啊、哦，那这个就是我们文官体系跟武官体系。你看，从太阳、太阴，然后文武，然后四柱，啊，整个国家在文官体系哦，那管理的非常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个时候大家都怎么样？大家养儿育女啊，然后天天开同乐会啊，所以那个星宿叫天同。所以天同，它代表什么？子女亲，然后天天开同乐会。所以天同就是斗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颗财库星。所以我们在 发现一下文官体系里面有没有五颗天之类的星？有没有？天福、天相、天机、天梁、天同。
只有都属于宏观体系里面，然后在宏观体系里面呢，它是属于静态的，可是在静态当中呢，稍微有一种动态的变化，天机，因为它是军师啊，它比较有磨练，比较机动性比较强一点啊。然后在武官体系里面呢，武曲武将军，再来副将连贞，那为什么称为副将啊？叫赵子龙，因为他是阴阳星，他会有不稳定的变化现象啊。再来要谍报人员巨门啊，这个配死人不偿命，话都可以随便乱讲啊。然后再来要一群执行的士兵，叫七煞啊，大家风调雨顺，天天开同乐会，叫天童啊，两儿一女，所以天童是一颗受照顾的子女星，它等同八字里面的食神。那这个就是文官武官，啊，这叫体制内的，就在政府底下。那有体制内，就有什么样体制外的嘛，就是就搞破坏的。所以第一个搞破坏的星宿叫破军，破军这个星宿有没有非常顾名思义叫破坏军队？就是这么简单啊，不要去死背。那军队的整个三军统帅不就是指挥吗？皇帝吗？所以破军直接是在干掉指挥的。那破军呢，就是到最后破坏你军队，破坏你朝廷，破坏你社会制度，它就等同于八字里面的伤官。所以你听到那个伤官是叫伤害圣官，所以破军是整个伤官。那老师啊，破军听起来好像很凶呢，也算了哈，但我还是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重，刚才讲的重点，就是你要看它落在什么宫位，啊，就是说如果破军落在极恶宫，你会生什么样的毛病？就是见宝不及夫的毛病。啊，我们说紫微不是体制内吗？啊，破军不是破坏一般的社会传统吗？啊，就是比较突如其来的、比较异于常人的、比较反革命的、反社会的，所以。破军在邪恶宫，你就会生那种很奇怪、很不寻常见的毛病，啊，叫破军，啊，老师，啊，这样想起来，这样破军落在官禄宫不就很惨？哎，也不一定哦，因为我们现在叫行行出状元，对不对？有些要让很特殊的专业人才啊。我曾经有一个师兄呢，哦，差不多是在十年前的，他妈妈带他来给我看，那师兄刚退。那破军入官禄宫，然后他妈妈一直不让他去做一件工作，后来他跟我讲他做了那件工作，说啊，就是你该去做。各位知道做什么工作？那时候在十年前了，甚至更早，可能十五年前，那个师兄呢非常非喜欢去做一件工作呢，礼仪师。然后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体化妆师，把他妈妈吓死了，天天跟死人混在一起。那以前这种礼仪师啊，不普遍，不普遍嘛。以前我们称为一个做筛工啊，我们传统都在做筛工啊。我们家那些儿子筛工，老师你劝劝他了。我一看，哦，官禄宫破军，棒，好，赶快去做。哦，你儿子去，他也不怕鬼嘞，对不对？刚退伍，那时候月收入什么？赶快去做。哎，大体礼仪师还有那个大体化妆师，我们在做哪一个没有这种体质可以去做？哎，他破军落在事业宫，你知道我骗子哎？可是那是一般的工作行业吗？不是嘛？工作行业是当老师啦，当公教人员啦，哦，固定的上班啦，领固定的薪水啦，跟正常人混在一起啦，所以去跟这个鬼混在一起？我回去查查看我的官禄宫是不是也是破军。哇，天天都跟鬼神混在一起，哦，我做不了什么正常的工作。破军，所以你说破军落在官禄宫啊，不要一下子把它当作不好，这样了解吗？啊，好，那有体制外的第一颗叫破军，第二颗就叫贪狼。那贪狼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具有很强烈欲望本色的一头野兽。所以既然是一头野兽，那还跟你管什么体制内，啊，管什么规矩，管什么制度？那贪狼呢？我们所有的动物呢，有三个很强烈的特质。各位知道所有的动物有哪三个很强烈的特质吗？第一个特质是什么？
不要想得很复杂嘛，送粽子啦，你看那些野兽啦，虎豹狼群，不是第一个特质就是先把自己肚子顾饱吗？那既然顾饱肚子的话呢，有时候连自己的这个什么这个儿子都可以吃啊，你看很多其他动物频道像那个什么我看那个公猪猪跟母猪猪一交配完之后了，母猪猪第一件事情就把公猪猪吃掉，这样了解了吗？这样吃掉它才有 能量能力去抚养它的下一代，可第一个是顾肚子，所以贪狼的人呢，因为他要奉行他动物的本性，第一个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如何啊？讲好听叫大义灭亲啊，讲难听叫六亲不认，这样知道吗？所以就是非常的强烈的欲望，而产生很强烈的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的这种观念。第一个顾肚子，第二个什么繁衍下一代，所以贪狼的男朋友最浪漫，可是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骗你上床而已所以贪狼呢，他还有第三个特色，就是会拥有很多特殊的才华能力，就像很多动物呢会飞的啦，像很多孔雀很漂亮啊，会唱歌啦，会表演啦，你看那个贪狼，那些动物要求偶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些求偶的表现出来所以贪狼也代表的是灵异敏感之心、才艺之心所以会唱歌、会跳舞、会表演。所以我发现很多那个演艺人员是不是几乎没有小三的，找不出几个，绝大部分都有小三，是不是？因为他才华能力很强啊然后他跟你交往，其他目的就是要怎么样把你骗上床而已所以他很浪漫诗书情意话通通都行，这就是动物的本色。然后动物呢为什么又被他能够被归为叫做灵异敏感之心因为很多动物他的体质会不会跟人不一样，他可以听到一些鬼灵，看到一些鬼灵，像猫啊狗啊可以感受到这些鬼灵众生的存在所以他的感官知觉也会跟一般人的来得更加的灵敏不一样。好，这个就是我们紫微斗数里面非常重要的十四个主星所以我们第一节课呢，第一个先告诉各位基本的概念，星宿、宫位、运算。那星宿的话，第一件事情就引导各位呢马上来了解的十四个主星。那我们下礼拜下礼拜中秋节了所以我们先停一次课，我们在下一堂课我利用很简单的十分钟就把甲级辅星呢跟各位解释完了，那我们就赶快看命盘案例所以我们的下一次上课跟第三堂课就是引导各位看命盘案例。所以为什么上紫微初阶呢会很有成就感三堂课搞定各位，这样了解了吗？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就是一个广义名相的应用。那这个星宿落在你这个宫位到底得当不得当？得当你就会过得非常的顺遂如意，不得当你就会过得很麻烦、很糟糕、很痛苦这就是我们去学看紫微斗数，它跟八字比较不一样。八字我会用这个十吉凶星宿直接做论断，紫微所谓这种吉凶星宿的特质没有那么样的直接强烈。你不能说破星是凶星，你也不能说连贞是破是凶星，你也不能说天府是吉星，这样了解吗那我们怎么说它的特质是比较静态的，是比较动态的，还有它一个位阶的高低，还会用所谓的旺衰平衰妙旺平衰线来做一个社会层级高低的解说好，这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的十四个主星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府体系的一个特质。皇帝叫紫微，有太阳有月亮，有动态有静态的，静态的宰相叫天福，副宰相叫天相，爸爸妈妈有军师叫天机，国家的栋梁很可爱的一群这个农夫老百姓叫天良，然后养儿育女天天开同乐会，哇很棒的一个揽星福星叫天同。好，武官元帅武曲，副将廉贞铁豹击败了人员巨门士兵七煞，体制外的破军贪狼，十四个主星稍微复习一下，这样会难背吗？
还好啦哈，大家再花时间稍微练习一下。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哈。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刚开始都没什么问题，是很好的现象了哈。过去如果在深宫，是不是更在他事业宫？好好，那个深宫这一生就热闹了啊！这个赶快分子啊，赶快来找我沾茶，然后拜我为师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聊到这里了，我们就先下个休息了。谢谢老师，谢谢。